邀请在座的身为祖父祖母的，就是阿公阿妈的长辈父母的专辑们，移步到台前来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切蛋糕的仪式。我们请那些只是作为祖父祖母级的，因为在当中作为父母的人数太多，这个台前有一些拥挤，请那些阿公阿妈移步到台前，我们一起有这样简单的切蛋糕的仪式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也请其他做父母亲的一同的站立，到时候呢，我们请吴牧师，特别的为了做。